是女评审有点艺术，有亮眼的神奇展现。那两盏记忆原为庙会迎神仪式中，主客迎宾互惠，或入宫安坐前表演。高雄地区评审鉴于民俗多以何出，具独一无二，独立表演形式及特殊艺术。与伯达先生结合武术及两伞技巧，展现传统礼节精神，发展出高雄在地传统文化，并接受高雄市政府市议会以及文化局的邀请，进入艺文演出，堪称带动高雄市两伞团的欢迎，提高传统艺术水平的典范。盛赞国安理念彼此博物馆的鼓励之下，传承与培育中华文化大良伞。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的目标是希望台湾人心清净、心灵安住，各宗教与共同教化，同时与他的心灵沟通平衡，人只要不断的精进修持，众生皆得神佛。而神明因为超凡入圣才能成神，他们经过持续的修持，造福世人，带给人心安定。宗教总会希望结合各宗教的力量，促进世界的和谐。在无动，为了唤起大家重视影响文化，我们的传统技艺呢，我们的吕伯达开始积极推广我们的两伞文化，而且受到文化局的肯定，成为无形文化遗产。的保存者之一。其实呢，我们生命是有限的，希望呢都可以发挥所学，我们都可以尽可能保留我们传统优良的技艺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传统技艺，以及知道两省文化。那两省的人呢，大多具备有武术的底子，在庙会的场合上有礼节。也能发挥团队的精神与士气。
也就是指南针。这个指，它是指南针的化身，它也是玉皇大帝在凡间的代表，有神职的象征，能庇护降魔的法器。脚举正三合，手弄乾坤伞，开天辟地，一统万里。阳伞是古代帝王出巡时为其遮阳之用，也是古时王公大臣出巡的神圣器物，可以算是以战队使用的一种仪器。用以象征官位等级，阳伞撞成圆形，取之象征苍天，一切万物莫不赋予吉象。在台湾的各地庙会活动，出巡的神明大多是帝王等级的，